大家好，我叫做杨礼谦，一 A 班。我今日介绍的玩具叫做风车。我的学习目标是加速齿轮的形容。我的教学主题是透过齿轮组的特技改变风车的工作特性。咦，我想问一下，点解个风车会喐嘅？因为啲齿轮配住咗，咁咪嗰个风车会喐咯。哦，我仲见到你不停咁滚动个齿轮，仲见到好似你有条绳带动啲物件喎，系唔系啊？系啊。系咪改造咗个风车嘅特性？除咗系一个风车之外，仲可以系一个运送物件嘅工具嚟噶喎，系唔系啊？系。系喎，咁我哋嚟睇清楚呢一个风车先，可唔可以停一阵先啊？系啦，我哋嚟研究一下先。咦，好得意喎！你呢个风车，你用咩砌噶？我用 LEGO 砌嘅。哦，哇！你用咗几多时间砌啊？60分钟。哦，难唔难砌啊？我觉得好难啊。哦，咁你中唔中意啊？中意。好啦，多谢你啊，唔该晒。